民进党该管党部日前举办关怀活动，数百人来响应。立委蔡宜瑜办公室主任刘文正、部队长张蔡伟杰嘛亲自到现场来收听。咱拢知疫情过了吼，全国大解放啊，咱嘛伫遮吼响应咱的管党部提出的这个好的计划啊，所以咱伫部队有这个捐血活动啊，嘛希望捐血一代救人一命。蔡宜瑜办公室主任刘文正指出。议员是特别支持爱来支持，这是伊第66遍来关怀，也希望大家做伙来响应。捐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大家一起响应的一个可以善行义举的活动哦。因为我从高中18岁以后，他就捐血。当然这个除了出外工作哈，其实只要看到捐血车，只要当下有时间啊，都二话不说啊，赶快去捐助你的热血啊，救更多的人。最近是全国拢欠血，为了纾缓欠血危机，由民进党中央党部号召全国各县市党部投入关怀活动，真侪热情的民众是特别来遮关怀，使人感动。记者黄美佳、郭安昌报道。